我们先安装第一块板子，这块板子是这里面最小的这块板子啊。一种螺丝，边上是上这种小板，看它的孔的距离。这是我们第一块板安装好了，第二块板啊，注意看第二块板，第二块板这个孔距更近一点，对，这孔距跟其他板都不一样的啊。第一块板是底板，第二块床板啊。正常有人问第一块板最小的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第一块板最小放最下面啊？因为有一些人家有地脚线贴那个瓷片，哦，有地脚线它就靠这里射进去了，这里就靠在平墙，对，哦，它是这样，是的，我们最小的板为什么会放在最底下是这个原因啊。有些人家的房子会有地脚线包起来的，
现在上我们第三块板，第三块跟第四块、第五块都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啊。看他们这里的孔距都是齐边。第四块也是一样的。
15块。都是对到孔来安装就行。装我们最后一块顶板了，快板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块顶板只有6个孔。这是最顶上这块板只有6个孔啊。脚柜就这样安装完成了。